嘛就是因代代子民的外壳，开基的代代，你就是先人的寄托，嘛是因的代代子孙的寄托。所以你就要必须在客家自治区，受着咱所有代代子孙，大家为你奉献，真心奉献，来举办着这个上帝大阿祖，上帝大阿祖。Thank you.